然后这就是事业又破产。然后我会觉得，就是可能有时候你遇到的事情不会只有一困境，不会只有一下。那你要怎么，就是在事业又破产的时候，大家真的很错愕，你就会不知道，就是在现实中你就会不知道该怎么办。然后我觉得就是在投资的时候，就是觉得好像是也是还是用雇员的方式，然后去做投资去做交易。然后我觉得就是自己该好好学习，就是在现在的思维模式是怎么运行的。谢谢大家。好。